你在做什么啦？我可爱吗？少女都会拿这种东西拍照，这样。还可以，这苹果看起来是真的蛮红润的，跟我一样。你是最近机器少女的舞跳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机器女孩，什么机器少女？到现在团名都还不记起来，你给我滚！完蛋了，我要被 fire 了。出队吧你！我以为我可以应征上那什么最佳经理人之类的。什么空拍机组，我会把你 fire。好啦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开箱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实测果汁机。我们准备了一台市价大概是1000块的果汁机，跟一台是在 Costco 卖的非常好的特福的果汁机，这一台要13000块。对，13000多啦。那这一台呢，其实就是一般市售1000元左右啦。这个其实一般很多地方都是买到这样类似的。哇，这个是高价款，高价款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刚好呢，就进入了夏天，其实小朋友都会想说要喝果汁，那我们就会想要现打。可是现在有遇到一个窘境，就是因为水果它比较容易氧化，所以它很快就有像一层泡沫在上面，所以呢，小朋友就不想喝。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这时候，我们就收到了特福的邀请哦。他说呢，我们的果汁机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在打果汁的时候是真空的状态。那它的活氧机跟一般的果汁机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特福呢，它呢就是把它的这个机器取了一个名字叫活氧机。它这里有两个杯子，它主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它不只可以做冷的东西，它还可以做热食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这非常聪明，你冷杯啊放下去啊，它就是冷料理的一些操控。那如果你是热杯呢放上去，它马上变成热的料理的一些操控，欸，真的非常的聪明，欸。其实呢，我自己是蛮有兴趣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如果敢让我们实测，代表说它一定很厉害。它不厉害，我就想要直接讲哦。欸，你不要这样，人家有附一本这个菜单，这菜单里面其实料理非常的多，都照着做，人人都会，欸。菜单呢是旁边有价目表才叫做菜单，人家给你这个叫食谱。哦，食谱。好吧，那我先跟各位讲，我们等一下第一道实测就是平常我们在打果汁最常打的苹果凤梨汁。哎，欸，这道是非常容易氧化的，欸。苹果跟凤梨本身就比较容易氧化，所以我们就挑了最容易氧化的水果来做这个实测。因为要做实测，当然就要真实的呈现给大家看。我先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啦，它就是在它打汁之前啊，会把你里面先抽成一个真空的状态，所以在打的过程中呢，食物啊就会接触比较少的氧气，就会比较不会氧化啦。我们就来开始料理，直接实测 ，Go。好啦，削好水果，欸，水果氧化真的很快，欸。对啊，苹果就已经马上黄掉了，我们要赶快把它放进去。那这一次啊，我们准备的分量啊是一模一样的，各一份一起放进去，然后就开始让它来做成果汁啦。好，先来放进去，把杯子拿下来。那因为呢，我们现在发现这两个杯子的大小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都是各放一颗苹果，各放一模一样数量的凤梨。好，来，都放一颗。然后另外一个也放一样。阿优，等一下，你负责加水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把水倒进去。好。好，倒好水啦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它盖上，都放进去。我要盖。好，你盖。这样盖。不是不是，它这个要这样扣起来，因为它要等一下要抽真空，所以它那个要密封密很紧。然后这个要把它放上去，你看得到吗？放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放上去。你放上去啊，其实它的选项啊就会跑出来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阿优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两台都已经放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让它运转。先来转市售这台，转到一。发现真的一定要先把它切小块一点，不然这样真的很难打。好的，欸，真的蛮让我意外的，欸，我们最近可能都用这台大台用习惯了，都再各切一半好了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凤梨看起来好像还有点大块，要不要再小块一点？可是都切到这么小，我就会想说，那我要不要直接吃掉？那我先把凤梨放上去好了，凤梨感觉比较软。好，希望它这次能够顺利。好，七蕊，完了。那我们先按了新鲜果汁之后，把它按下去，让它抽真空。
现在我们两台都炸好了，先看一下这一台1000元左右的感觉是怎么样。我们来看它会不会有什么渣渣。哦，你想要过滤一下就对。对，过滤一下看一下。哦。哦。好像不行哎。对，就是。渣蛮多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倒一下特福的这一台，泄气中。哦，他刚打开，跟颜色不太一样。对，颜色不太一样。看一下有没有办法。哎，比刚才的状况稍微好一点呐、啊，比较细一点呐、啊嗯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比较滑顺。非常的明显哎，这一台啊，它上面泡比较多，而且。好像已经开始分层了，对不对？它感觉有一层悬浮物。比较贵的特福的这一台啊，上面的泡是比较细的，而且还没有分层。不然我们就放个5分钟，感受一下好不好？放一下应该会更明显。好。好了，我们静置了大约5分钟，哎、欸，差异非常的明显哎，光这个颜色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出，这个啊已经有点暗沉掉，有点黑掉、嗯。可是特福这一台啊，还保有这个蔬果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试喝看看，它现在两杯喝起来的差异。那这一台呢是特福打出来的，那这一台呢是市售的果汁机。它除了颜色之外，里面的那个分层感跟那个视觉上，其实我觉得很明显都看得出来。欸、你喝一下口感好了，喝一下。其实我觉得两个呢，你一喝呢，你就知道你会喜欢哪一个。那我们先来讲口感，市售1000元这台呈现出来的感觉，它喝起来呢，上面很像一层泡沫，那一层泡沫很像啤酒，就是上面有一层东西，喝起来没有味道，可是有东西在嘴巴里，然后喝起来有渣渣。喝的第一口这样进去的时候是喝不到果汁的。那再来呢，讲讲特福这一台活氧机喝起来的感觉，它喝起来完全没有那个泡沫感，里面喝起来还是喝得到一点点果肉，可是它整个进去是非常的滑顺，它喝起来的均值是一样的。那而且它里面的甜度啊，然后果汁的酸度都还保留在里面。那像这个果汁啊，其实你就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真空跟那个抗氧化的那个状态，你就可以吃得到食物的鲜甜，然后保留它最好吃的那个部分。欸、你知道为什么啊？欸、它的转速啊，每分钟有40000转。而且它刀片啊比一般的厚，它的设计比较特别啊，它是方形钻面老流的击碎设计，不只是这些水果、哦，连一些鸡骨啊、鱼骨啊都可以打碎，嗯，这样做出来的料理其实都很滑顺，而且很绵密。所以呢，它不只可以做冷食，它还可以做热食。那甚至呢，不是只是做果汁甜点，它也可以煮稀饭。那接下来热食呢，我们要煮香菇鸡肉粥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粥啊，我都会希望它是最简单的食材，因为感觉粥就是整个都要喝掉，然后感觉给小朋友喝要非常原汁原味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只会准备很简单的食材，再加一些盐巴调味。哎、欸，我没看错啊，你这是生米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它主打是说可以从生的煮到熟的。哎、欸，今天准备的就是香菇、鸡肉跟米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哎、欸，就这样。我们来试试看吧。那在开始煮之前，我们要先换热的杯子，先把冷的拿下来，然后我们把热的放上去。欸、真的很方便哎、欸，它自动就变成热的操控哎、欸，这样你绝对就不会放错杯子，很方便，红的蓝的，一眼就很清楚。而且我觉得它很方便，是它的那个调理模式，你刚好发现吗？蓝色变红色的时候，东西上面也都不一样。那我们已经把香菇、生的米还有鸡肉都放进去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放水跟盐巴，就结束了。也、欸、真的很简单哎、欸，而且它里面有附量杯，所以呢，你不知道你要放多少，用那个杯子就对了。盖上去，好嘞，哦，
哎、欸，好几感应哎，很聪明哎。没错。我们都不用动脑，按按钮就好了。八秒钟，七蕊，开始。Start。哇，森林直接就在里面搅拌哎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是不是放走就可以去做别的事？因为它一个小时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有点炖粥的那种概念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。欸、很不错哎、欸，虽然说它价位真的比较高，可是它如果可以做不止果汁机的事情，还可以煮粥，还可以做冰沙，还可以做冰淇淋，我觉得就很值得入手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看接下来50分之后吃起来到底好不好吃。我煮的肯定是好吃的、啊。哇，就在你陪你儿子写功课的时候他就好嘞。他其实就是一个小时，我自己觉得他其实这样子真的很方便，因为你就完全不用顾他，那他会自己把它调理好，而且我们是从生的煮到熟的、欸、先倒出来看看好不好吃，跟他分享一下，速度蛮快的我自己觉得，然后他真的很省时间。然后把它打开，其实我真的觉得特福啊，他真的是如果你真的很不会下厨的很大的救星。没错，就是上次啊，我们介绍的那个万用锅也是很方便的，有点那种广东粥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里面的食材都还是看得到，而且它看起来那个粥的那个稠度是有出来的。来吃一下它的口感，它还是一样，像是香菇啊什么还是看得到哎。嗯，料理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一定还是要好吃。哎、欸，它这个真的很单纯哎，刚才加进的东西又简单又方便，而且我觉得它很适合，比如说，如果你有小朋友要煮副食品，也超级合适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现在科技真的很发达。我以前带小孩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累，我都要煮那个稀饭。记得那时候上活养鸡这还一个课程的时候，他煮那个豆浆也超级方便，直接生豆按一个钮就马上就好了。他就是把黄豆丢进去，然后水加好，然后再按一个豆浆钮，他就从生的煮到熟的，而且你可以确定这个豆浆很圆。原味，而且它喝起来呢，豆豆那个渣渣感非常非常少。我真的觉得我煮的真的很棒，这口感就是完全来自于我这是天分。好啦，说一下我们这几个月用这一台特福活养鸡的一些心得吧。我自己觉得说，其实它就是很方便，因为它冬天夏天你都用得上。如果你要煮一些粥，它真的很简单。那如果你要做奶昔、冰沙、果汁给小朋友，也都非常的方便。家里如果有这一台的话，那这样子你在食材的变化度上会增加非常多。哎、欸，它料理后啊，好不好清洁啊？它料理后，其实我是觉得它都还算蛮简单的，因为它的缝其实非常的少。那其实像我们会习惯把水加进去，然后让它先洗一次。它这个系列其实总共有三管可以挑选，我们可以把图片放在这里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啊，我们把链接放在底下，大家都可以去参考看看啦。没错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或者是你有更多调理鸡的食谱，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真的是有够美，我真的是专业的。好吧，不然我老婆真的很会削。我看你在削苹果，我就想做一件事。不是。白雪公主，你要不要帮奶奶来买一个苹果、啊？我在拍 B 落你。好，拍 B 落。要不要帮老奶奶买一个苹果？快点啊！要见你女儿，不会。Some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 my